会后希望你们相关单位养护工程去了解一下。另外我想请教，今天我们的段委员有提出关于我们桃捷已经六次跳票了，对不对？是，确实是进度不理想。进度不理想，你知道这样子的进度不理想让我们政府损失多少钱吗？这个钱谁要负担？我想大家也一直在努力了，那我们会克服这个困难了。怎么克服？厂商该负的责任我们绝对 会要厂商负起来。就一句厂商该负的责任，我们桃园市政府之前的桃园县政府因为配合我们的桃捷是应征了大量的人力还有很多的物力还有很多的设备，就是因应我们桃捷要动要进行来配合这个动作，而配合这个动作招募人才这些薪水这些损失谁要来负担？我想这样子了，这一个部分呢，像所谓营运单位及早的进入营运其实有它的需要性，那如果是真正的超过所谓真正合理的时间，那当然桃捷这边提出来要求我们这边来对厂商来追偿，这个我们只要有任何证据资料可以显示我们就会来做处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更严重的问题是要减价验收，是不是？跟委员说明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它的系统安全与稳定性有问题，对不对？系统安全稳定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的要绝对不容打折扣了。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乘客要怎样一定要安全，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但是你用减价验收的方式如何让我们的乘客有办法保证他安全呢？我们在我们原始的这个考量里头就没有考量到这件事情。没有考量哪一个部分？就没有考量到所谓减价验收，因为他根本还没完工，怎么可能谈到减价验收嘛？您的意思是说不会减价验收？本来就不可能减价验收。那他的速度没办法达成我们当时签约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按照合约一定要达到速度，达到合约的要求。那按照合约的要求，他的速度要达到合约的要求，然后如果发生有安全系数出问题的时候，你们怎么克服？我想在营运通车以前一定要做过所谓的 IST PISR， 然后所有的处理看稳定测试全部都要测试完以后，那么才能够让它完全系统安全稳定，才能够让它上去嘛。我不会是贸然就是说还没系统没有安全稳定就让它上去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好，那部长，今天我站在这边为我们老百姓来做安全上的一个考量的部分，除了浪费我们的钱的部分要怎么样做一个处置之外，那么呢安全的问题我本席也在这边要要求，因为我们都很重视这个捷运的问题，我们能够容许你跳票，但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危险安全的稳定性的问题。这个我想以我的立场，我比谁都还关心这所谓系统安全跟稳定。我们能够容许跳票，但是跳票的责任我们还是要来厘清，要来追索。这个该谁负责就谁负责了。好，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先有台铁，然后后来有高铁、捷运陆陆续续来，那您觉得我们的台铁的设施以及台铁的一个运作的规模有没有需要被改进的地方？我想与时俱进这是绝对需要的，所以台铁一直也在想怎么样去让它营运更好。但是我们看到台铁的僵化的风建，它很多需要被改进的地方，比方来说我们在高铁在营运初期就纳入了定型化的时刻，定型化的时刻有哪些呢？有暂停，有跳蛙式以及直达车，据尖峰、离峰还有夜间、晨间以及通勤等不同时段的需求安排多元化的靠站模式，对不对？那这样子也能够满足我们的短中长期的旅客需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台铁目前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安排车辆的班次？我想跟委员报告，台铁的这种营运模式啊，有所谓的区间的这种所谓的形式，有城际之间的处理。那当然，在处理上，我相信这种所谓的暂停、跳蛙式直达车的方式，台铁一直有在时间表上去做处理。那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各个县市需要，但是我们尽可能来做处理。有在做这个处理吗？那我请问一下，询问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目前北平的普优马停靠侧
停靠站这个部分，有松山、台北、板桥、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潮州等九站。那我想请问陈部长，对于台铁这项执行的方式，你认同吗？我想这样子了，普悠嘛，确实，那么有一列要到西部来，那早去晚回，那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停站的过程里头，那当然我也听到了各个站的需要，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以桃园来讲，中立来讲啊，它有97%的旅客，97%的旅客啊，是台北跟新竹之间，它属于通勤跟同学的这个需要，这些数据资料就有都有。那剩下的当然是往南走的这个部分。假设我现在提出我的疑义，为什么六都当中五都都停，唯独桃园不停？那我对桃园的老百姓怎么交代？我们是否可以考量用类似我们跳蛙式的，或者是这几种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呢？其实我不晓得，我很小不晓得啦。他所谓的跨线的列车，像从彰化斗六到花莲的部分，它有8列的普悠嘛，其实有4列就有停靠，那么桃园跟中立了。那当然单纯的只有这一列，那么早去晚回这一列、啊，确实在处理上，那么我可以请台铁这边再考虑，好，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处理会比较好。另外，但是也要考虑到所谓的进出的量的问题了。我们桃园以及中立是整个全台湾停靠站里面应该是排名2、3的吧？为了我们桃园的民众，我有这个义务来提醒我们的部长。另外，针对台铁客运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客运的准点率是92.64%，这样子的趴数是有待改进的。班次的延误、车厢的拥挤一直被我们老百姓所诟病，就主要就是运能不足，造成短期以及中长旅程没办法分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带回去好好的思考，不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继续经营台铁。另外，我们之前的交通部常务次长范常务次长也曾经表达过，在我们通勤跟中长程的旅客应该要做区隔，自然问题会有所改善。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快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杨梅地方哈有3个火车站，这3个火车站是好，谢谢陈赖委员，谢谢张院长。现在请罗委员明才执行，询答时间15分钟。主席、苏院长、朱列席官员、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主席，可否请张院长？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罗委员好。我们看到甘比亚本来跟我们国家的邦交交易非常的巩固啊，哈。那多年的这个建交啊，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两边的两国的互动，跟民间的交流。